今天要讨论的是第十四章，我们称为叫的 executive brain，中文可以翻成执行功能的大脑。那什么是执行功能呢？这个字的范围其实很大，也很模糊，所以我们需要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操作型定义，让我们在进行各种跟大脑与认知科学有关的研究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些科学实验来验证或者是检验大脑跟这个执行功能的关系。所以我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整个流程是，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执行功能 （executive function） 的基本定义。 然后以及这个功能事实上跟你的大脑呃前区的额叶，在你大脑前区的这个额叶的功能事实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会讨论一下，在大脑额叶这个区域的功能与体积的改变量，跟你的执行功能的好坏，或者是你要进行哪一类型的执行功能，有什么样的关联，以及在实际要在实验室进行或是验证执行功能跟大脑的关系的时候，你要有一些操作型定义以及会进行哪些。 已经建立好的实验设计来验证你想要知道的问题，以及另外一个大家都可能有兴趣的是，诶，似乎智力或者是智商的分数跟这个人执行功能的好坏，或者是这个人有没有智慧，似乎有产生高度的连结。而叶事实上可能跟智商有高度关联的这个概念，事实上很久以来都有许多神经科学家想要去知道这两个之间是不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所以我想要从 i n t e l l i g e n t 智力智商分数的这个概念中来讨论 frontal lobe。 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发现，以及它跟 i n t e l l i g e n t 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最后我要介绍两个非常重要、跟 frontal lobe 或者 frontal cortex 非常高度相关的执行功能，一个是 w a l k i n g memory。我们在 memory 的那个章节已经跟大家说过，w a l k i n g memory 是一个你需要在当下或短时间内要执行、维持或者是要处理一些讯息。那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我们要来讨论它跟大脑认知科学的关系，以及当我们讨论到记忆的时候，诶，记忆事实上。 可以是当下从长期记忆里面被拿出来运用，啊，在短期的这个时刻来处理的，跟工作记忆的结合，所以工作记忆跟长期记忆的结合，实际上才有可能让你的执行功能是一个非常流畅的情况下在进行。所以我们要讨论在 memory 的领域跟执行功能的研究，他们实际上有一个双重分离，或者是有很清楚的大脑科学的证据指出，似乎啊、嗯、跟执行功能比较高度相关的工作记忆 （working memory）。 还有跟长期记忆比较有关的连接性的记忆 （association memory），它们似乎是在不同的大脑回路或区域所处理的。然后最后要来跟大家讨论 n e u r o e c o n o m i c 这是一个中文翻成神经经济学的新的领域。事实际上，从二零零五年开始，我印象所及，在那个年代开始有这个字眼的时候，事实际上要讨论的是人类的决策行为 （decision making）。那你知道，你做一个决策、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合理的、理性的，或者是不理性的，它事实际上都牵扯到你大脑对于 外在资讯的啊、呃、判断，会从你过去的经验去推论，你做这个决策是否合理？那所以，如果我们将大脑与认知科学还有做的决策行为合在一起讨论的话，事实上，它有可能影响我们日常生活最大的是你在做各种有价值的判断，比如说金钱，比如说时间，比如说你个人的自我价值。那这些判断的内容，事实上会牵扯到你的 f r o n lobe 所以，在一个新兴的领域称为 n e u r o e c o n o m i c 我想要在后面呈现一个最原始或者很早期的一篇报告，想要知道人类的决策行为跟大脑的关系。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第一个主题：你的执行功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它的哪些操作型定义是什么？所以你一定听过 CEO 这个字眼，在在园区或者是在大公司里面啊，他们似乎是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决策人员或者是一个团队。那这个字其实就是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字实际上做了需要做一个判断，然后这个判断会造成后面的后续结果，是对整个公司的营运或企业是好或坏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概念上就已经清楚地呈现，executive 或者 executive function 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常生活的行为。因为无论你小智判断你要去 Seven Eleven 买什么样的饮料，以及到决定你的期末考应该要考几分才会过，这种决定性的行为或是执行的能力，实际上。 是你日常生活的必备能力，而且显然是跟大脑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对执行功能的定义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控制的系统，显然这个控制是一个主动的，绝对不是被动的。就像，诶、欸，我视觉看到颜色就看到颜色，你是要主动的去判断、消化，而且呢，事实上是要这个决定是要让你个人的生存的情况下有一个最大的表现或是价值，而在看可能会看你当下的。 生活环境或社会情境，所以你做这个决定或这个执行的任务，诶，你的产出一定是符合自己或是大众的利益，而且是在一个表现最佳的情况下完成它。而且你还需要考虑到怎么样执行它。我想要完成一个动作，可是你没有去计划好完成这个动作或这个结果之前的每一个步骤，经过细心的规划，无论是排定时间表，诶，无论是先预约好你的行事历，或者是先跟人家约定其他可能的活动。 组成的，所以这 operation 跟 coordination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你正确的做执行功能，或者是将执行功能的这个内容最佳化的情况下，所以这个事实上牵涉许多认知功能，这事实上就是，比如说我注意力的倾向，我动作控制，我对空间的讯息的节选，以及我的记忆能力，这记忆可能来自长期跟短期的，以及可能来自于决策行为或者你的 language production，就是我怎么样清楚的表达我的立场。 诶，才能说服别人，也就达到一个执行功能的目的。所以，执行功能是一个比较上层的、比较纵观全面的概念。它事实上我们可以称它为是一个 meta cognitive function，也就是 meta 是一个由上而下观照的，有点是一只鸟在空中飞的时候，它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野，所以它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野之后，就能够做出清楚的判断，比如说猎物在哪里，我要怎么样去执行它，是一个呃高层次的观看。而且这高层次观看还要做出最后的。 后面的所有的动作控制跟啊、呃、语言表达或者是执行的能力，最后它整合了 memory perception 跟 language 的这些啊、呃、我们非常清楚定义的详细的认知功能，整合了之后才会有做出最后的结论。所以这个动作事实上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牵涉到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认知功能的表现，而这表现之间必须要能够流畅性的连接或者互相协调。所以假定一个人头脑很清楚，可是你有很不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你事实上就很难去说服别人，然后去听从你的，或者是说服别人去遵从你的指示，或是表达你的意见，就很难造成执行功能可以完全发挥到最大的极致，跟你最好的表现。所以，执行功能在我们这个章节所提供的概念，事实上是一个控制的内容，而这控制这个字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字眼。所以，事实上有非常多的心理学家试着要将执行功能分为不同的分项。 来一个一个去击破它，或者是一个一个用不同的实验设计去定义他们在特定的认知功能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都会在这个章节中稍微跟大家做一个介绍。所以我找到一个影片，它可以稍微的跟大家说明一下日常生活中的执行功能包含哪些。所以这个影片嗯、呃，稍微的摘要了一下，这群科学家认为 executive function 应该包含哪几个啊、呃、内容。所以他们提到的有 working memory、i n h i b i t e r control 跟 mental flexibility。 所以这三个事实上也是这个领域研究的主要的呃几个重点，因为他们有一个很非常清楚的定义。那我们等一下的内容也会包含这三个执行功能的分项，但是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定义。我们就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些不同的定义是怎么样被大脑认知科学的研究人员所、呃、进行实验来验证它们。这所有的执行功能事实上从呃脑伤病人的研究都知道，它跟你的 frontal cortex 大脑的前三分之一的这个很大的区域。 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区域实际上对于你能不能完整的或者流畅的做好执行功能的每一个步骤，实际上有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frontal cortex 有啊包含哪些你需要稍微记得的大脑结构跟粗略的功能。所以，这个是跨物种的比较，在不同的动物身上的大脑，和同每个大脑被我们定义出跟被归类为或者分类为是 frontal cortex 的面积。 就用蓝色的部分给标记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呃猴子、猫到狗到人类跟黑猩猩，事实上，你当物种在演化的呃分支上越来越靠近我们，也就是我们会认为我们的执行功能或者整个智力的表现是最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额叶所占全脑的比例，蓝紫色的区域占这个全脑的比例，事实上有有越来越扩增的趋势。那显然需要有非常多，比如说。 比较下游的感官知觉输入以及动作的啊、呃、表现的猫啊或者是狗，它们身上的额叶的体积是一个比例比较小的情况，相当于它整颗大脑显示出它们似乎在它们执行啊、呃、日常生活中所要，比如说嗯、呃、追捕猎物，要应付生活中日常生活的环境中的危险因素的时候，它所仰赖的可能不是一个一连串复杂的执行功能，从语言记忆到 知觉，而是一个动作控制，或是比较依赖感官知觉的反射性的反应。所以，他们所占的额叶体积实际上是比较小的，刚好也反映出他们在演化的路上，啊、嗯，他们所使用的额叶功能可能事实上是比较少的。那对于人类来说，我们的额叶大概占了三分之一的体积，相对于我们整个的全脑，所以它占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大脑的体积。所以这个标志标志出来的，在这颗大脑里头前面的部分。所以，你只要用手掌。 轻轻的拍打一下你的额头，能感觉到是后面这个额叶所在的位置。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大脑的区域事实上并不是一个所谓神经元排列的方式非常均值。或者是非常一致的情况，也就是它的大脑皮质的分层实际上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我们称为它是一个 h e t r o g e n o u s 也就是诶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沟跟回所隐藏的这个区域的额叶小部分的脑区功能，可能跟隔壁的会有一点稍微的差异。 显示出额叶事实上进行的某些复杂性的活动，或是思考，或是语言推理，或是表现，或是空间探索的能力的时候，很多不同神经元之间事实上是在分工做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称为它是一个在结构上，嗯，跟功能上都是一个异质性很高的情形。但是传统上呢，因为受限于研究工具的限制以及我们对大脑的了解，所以我们事实上有早期的神经科学家事实上会将整个额叶视为是一个单一的所谓 single function unit 的方式来研究它。 我们就会听到一些像早期的失语症的病人的例子，在前面的 inferior frontal gyrus 的地区域有一个受伤的空洞，像 Broca area 这个区域，那它就会造成，比如说在语言的表达上面的困难。那我们就有一个结论，就是额叶事实上可能跟语言表达功能有高度相关。那他们就会把整个额叶都包含在你今天所观察这个脑伤病人的结论上，说额叶跟语言表达有很高度的功能，但事实上可能不同的区域。 额叶的不同区域也跟语言表达不见得有直接的相关，但是都会在，嗯，资料呈现的时候，都会传统上都会把它设成是一个单一的功能性的单位来讨论它。所以，我们当我们今天要努力的或者仔细的检查额叶的功能的时候，除了我们在执行功能这个嗯认知的领域去清楚定义有哪些不同的认知功能之外，我们似乎也要在大脑科学的面向针对脑。 额叶的嗯不同的分区需要去个别的讨论它，所以我等下会在大脑结构的部分说明，尽可能我们在结构或解剖上面将大脑的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名称来指涉它，或者是来说明它。这个是我刚刚说的大脑分区的情况，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单一功能的单位，所以这种不同颜色事实上现在我们有一些比较啊、嗯、普遍的原则，是这个共同颜色的区域我们会说它是一个可以被视为用同样的名字来表达的大脑额叶区域。 比如说，在红色的这一块，大家都如果还记得的话，在中间这个是 central g y r o、okay, s 它实际上区分了后面的顶叶跟前面的额叶。那在 central g y r o s 之前的这个 pre-central g y r o s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它是 primary motor cortex，okay, 就是主要的运动控制的系统。所以在动作控制那一章，我记得大家都知道，红色的区域实际上是控制你下游的肌肉协调跟啊、嗯、执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所以，当你的额叶都跟执行功能有高度相关的时候，在这个 primary motor cortex，事实上协助的角色就是，当我今天处理完这些资讯，大脑额叶整合了资讯，当我要进一步的用动作的方式或者空间协调的模式来应用的时候，primary motor cortex 就可以协助整合在动作控制这个面向，让我们在执行空间执行动作的时候有个最佳化的表现。所以，它跟前面几个额叶的关系实际上也是非常密切的。 以及在 motor cortex 以外的区域，我们称为叫 prefrontal region，也就是这个区域是，哎，在额叶的前端，所以 P R E 是一个字根，说明在 motor cortex 以之前的这个区域，我们都可以统称为叫 prefrontal region。而这个 region 上也可以细分成不同的小的脑区域，称为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在侧边的。当我们今天用侧向的方式观看大脑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图，当我们今天看这个大脑额叶的时候，我们用侧边的方式来观察它，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侧边的观察的视角。 这一块的 lateral，嗯、um,，prefrontal cortex 指的是我们从侧边看的时候，以及如果你今天是用 medial view 从中线的时候，所以中线指的是今天如果将这个大脑拿起来，而我们将它的大脑从嗯你的左右半脑的中线给呃、uh, 稍微切分开来，在你从这侧看的 medial view 的这个地方所有的 frontal region，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是一个 medial view 的 prefrontal region。 所以这不同颜色是让你标记的，比如说这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frontal pole，就是在这个粉红粉红色的前面，指的是在整个额叶的最前端啊、嗯，以及 medial frontal cortex，也就是这个中线的的区域，还有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指的是当我今天用这个中线的内侧的方式看，在这个前端的这个紫色整段的区域，我们都称为是一个 cingulate cortex，然后在前端的可以称为是一个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的情形。 那如果是 ventral medial cortex，或者是我们称为叫 o r b i t a l f r o n t a l cortex，它指的是在前面这个下方比较靠近腹侧的部分，所以它是一个黄色的指标，告诉你这个区域事实上可以被区分为是一个不同的额叶的呃脑区。所以我们在很多不同的电造影的实验中，就可以观察到，比如说活化的大脑活化的区域或神经元有活动的区域是落在。 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或者是 orbital frontal cortex，那我们就说这个区域似乎跟某些特定的执行功能有关，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稍微的缩小一下原本这么大的 frontal lobe 的区域，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小的区域，而我们认为这小小的区域可能在这里面的神经元肩负的某些特定的认知作业的功能，实际上可能是相等的，或者是非常类似的，所以我们就在 基本的结构上区分成额叶有这些不同的分区。课本身上附了一些图，比如说当我们用 b r o d m a n Area，如果大家记得 Brodmann 实际上是一个嗯细胞染色法的方式来看大脑皮质分成的情况，那它有有各种不同的号码，在 frontal lobe 这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一直性非常高的情况，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 b r o d m a n Area 的 number，从十号、四十六、四十五、四七、四九跟十一、okay，所以他们。 从 b r o d m a n area 这个分区，你也可以知道，其实细胞染色的神经科学证据也指出，大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功能的啊单位可以来描述它的。如果你用 b r o d m a n area，它的分区的方式可能还更详细一些。以及刚刚提到的一些 a n t o r h i n g u l a r cortex，OK，、okay, 它实际上是被归类为 b r o d m a n area 二十四的情形。所以从不同的面向，比如说这是 lateral surface，从 lateral view 以及 medial view 可以看到 b r o d m a n area，它数字的。 所定义的位置包含哪些结构性的位置，然后以及刚刚的 o r b i t a e f r o n t a l cortex，它事实上也是啊、哦，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不同的分区，当我们结合了 borderman area 四五四七四四，以及它们在真实的结构上面的神经解剖的名字 ventr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我们可以简称到 VLPFC，因为这字实在太长了，所以如果你可以用缩写的方式，我我我今天因为在这个领域，所以说说明 vlpfc 许多。 啊，跟神经结构有高度概念或熟悉的研究人员就会知道我指的是 ventr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所以，我们目前知道它有一些可能的认知功能，特别是在左脑的区域，跟比如说你要将语义的以及跟语言有关的知识或者是呃资讯要提取出来，从你脑袋中去啊拿出来运用，或者是当你学习某些特定的语言新的语言的时候，你要去维持你所得到的这个语言知识。 跟四五四七跟四四这几个 b o a d e m a n area 或者是 ventr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结构上的这个名称是有很高度相关，特别是在左脑的位置。你在右脑的位置，它事实上也是有 retrieval 跟 maintenance 的功能，可是它似乎是比较着重在，当我今天接受的这个讯息是一个动用到视觉跟空间资讯比较高度相关的情况。所以 frontal lobe 事实上在四五四七跟四四也有一个似乎是给大脑策划的情况。 左脑跟语言的或者是跟文字讯息有关的资讯处理上是比较相关的，但右脑是比较倾向于跟视觉跟空间有关的讯息。所以这里还有一些提供，比如说四六跟 b o r o d m a n area 四十六跟九，他们身上有一些功能。那课本就用一个简单的摘要的方式跟大家稍微详细说明一下，以及 b o r o d m a n area 的 number ten。在其他的分区上面，如果从 medial view 从中线的方式看进来，事实上十号这一个。 Anterior prefrontal cortex 或是 frontal pole，事实上有一些很有趣的研究，等一下我们也会在课程中说明。以及二十四号的与三十二号的这一个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OK，它事实上，诶跟你 monitoring 或 response 周围环境的资讯是一个互相不一致的情况下，诶，这事实上是日常生活中常看到的情况，也就是你会注意到，好像你得到的资讯并不是一个合理的，两个可能还是互相相反的情况。 那大脑有没有一个区域是将这些资讯做一个调整，让两个不一致的情况，哎，整合或者是处理之后，让你外在的行为表现是一个最佳化的结果？那这个区域我们现在知道跟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或者是简称叫 ACC，也就是将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的缩写 ACC，这个区域事实上跟你处理日常生活中不一致的讯息，或者是当你真正到啊，我做错了。 这个当下，我觉得我知道我自己做错的情况下，这个侦测行为是有很高度的相关，所以这个区域事实上可以拿来预测，比如说某些嗯杀人犯或者是某些罪犯，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大脑的根源，也就是他的大脑适当上在功能或结构上有一些受伤或者是不正常的情况下，就相较于一般人或正常人，他们在 ACC 这个区域的受伤比较严重或者是功能比较弱化，才会让他们没有办法去侦测自己的错误行为。 而会一直在犯错，一直在犯错，或是一直在做一些错误的，比如说呃暴力犯或者是犯罪的行为，就一直不断的执行下去。所以现在的确有一些犯罪神经科学的脑造影证据指出，ACC 这个区域事实上跟你暴力犯的冲动行为是否他自己能够合理的克制它，有非常高度的关联。